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飞将为您带来的拳皇酒吧原版的实况对战解说。这场比赛由一批的大口对二批的武林，看这把精彩对决。拳皇打四局啊，看谁赢的场次多。看一下小草对神乐首发。武林这个阵容还是非常有自己的特色啊，没错，神乐排头，冰火阵中，然后表模式克里斯手底，没错。用表克的还是真的蛮少啊，因为比模式克里斯明显是更好的选择嘛。看一下下臂两点直接斜斜重腿，好吧，黄咬相杀带走啊。大口这边开局就采用了一个速攻的套路，对吧？因为我小草打你神乐确实不好打，那我就以攻代守，对吧？让你没有办法去通过助词推土机推我，那就很舒服。看一下武灵这边日发出场的不知火，来高点跳地，不知火打八神或克里斯的话，那绝对是克制啊。但是打小草，双方基本五五开啊，因为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克制关系。你像不知火舞引以为傲的中近距离的占星角的牵制以及拉扯，对吧？那大口的这手小草的荒咬啊，那都能完美破解啊。所以说基本都是卡身位啊，看谁能打中对手的插合，纯拼力回啊。但是你反过来面对八神，那八神就很难受。看一下吧，你看轻脚风跳，哎呦，还想发波，直接被跳中腿下 C 来一波超级杀人风，确实没办法，对不对？你像八神，你如果不通过跳攻击去找机会的话，那中近距离你也不敢前冲，对吧？那不知火舞无论是你起跳或者前前，我这个占星角都能完美破除你的进攻态势。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基本只剩下发波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就很容易形成像刚才那波情况，对吧？小跳地直接过波，下 C 超频杀忍风拉开血量差距，但这边前冲还是点中了，下不下一葵花啊？可以的，这武灵有点慌，看到大口血特别少呢，反而是自己这边心态乱了啊。血皮之力是吧？看一下这边，大口这手残血八神，哎，可惜这下 A 没点中啊。如果点中的话，可以前前下臂，然后直接带泄风，或者说前小跳轻腿啊。没错，就是下臂下一循环，然后第二循环的时候直接下轻脚单点，然后泄风或者说前小跳轻腿啊。小隐跳也可以，对吧？小隐跳的话可能风险会高一些，但小跳的话虽然稳，但是追不到后 AD 啊，都是差不多的。看一下武灵这边跳 CD， 哦呦，这时候逆向可爱心。好，地头反压制强转不能动，裸 AD 可以很稳，打点比较高的跳重腿逆向，这个位置大口开始了，武灵只有一颗血啊。啊，漂亮打击头，但是大口通过下轻脚相杀破掉，可以的。六 A 被揍，这下没办法插合啊。哎呦，这可以的，后 AD 还是中了打击头。怎么讲，大口这时间不够了，进攻压力在大口，只能无奈赌一下啊，这一下就完全是赌，对吧？应该是想赌武灵后跳，因为时间不够了嘛，对不对？武灵这种血量优势的局的话，后跳拉开距离是很正常的操作。但是既然没动啊，武灵是真的稳，我只能说啊，比分0-1，这场比赛还剩下三局，看大口怎么办啊。接下来大口如果想全拿奖金的话，那三局必须连胜，而且不能有败绩啊。看一下首发克里斯，好家伙，大口直接把克里斯排头啊，磕头模式，没错，这种模式的话就是摆明了跟你亮剑了啊，短兵相接，我能打掉一个是一个啊，不跟你做运营，我有资源就用。看一下大口这边，我的天，火力全开啊，武灵这边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。哎呦，无伤 ，Jesus Christ， 有点夸张哈，这大口是，好家伙，看一下日发出场的不知火，这个角色打克里斯是蛮舒服的。看一下，哎呦，这边好家伙，下 C 落地啊，这一下就是完全打乱动的。好，前前延时点下轻脚，让对手以为自己要出打击头。或者说普通头啊，骗对手的开头。好，前小一跳对策到对手飞手之舞的落点，哇，六 A 再摸，我的天哪，大口愤怒了，他真的愤怒了啊，没错，这才是大口啊。看一下武灵这边，哎，稳，
我们讲这个位置。哎，好家伙，大头要小心啊，手里有资源不用那么急，但是这波地头看一下郑义泽玩得很稳，看一下怎么讲。好家伙，六 A 被骗出来了啊！刚才如果是小跳的话，这个六 A 确实有机会啊，但是大跳那就没办法了。高跳过来，郑义防得很稳，我的天，下个站 A 六 A 大蛇一丝血啊，落地下 C 可以，但是仅此而已了。好，圣龙起身直接对死到 EP 的六 B。好，把跳 CD 又是来一波滑铲啊，那确实没办法。比分一比一，好家伙，大口直接穿三，太帅了吧！这克里斯，我请允许我尊称他叫小蛇，可以吧？绝对是大蛇附体了吧，不然怎么这么凶啊 ？Jesus， 看一下，来大口这边拿回一分以后，选择再次求稳，选择把草剃星手里，可以的，首发八神大神乐。首先还是波动起手啊，这是八神大神乐的经典套路，对吧？采取避免你助词去近身或者说压制我，但这边还是进版了小跳 CD 打破防止布阵强压，要破防，哎，可以，对手并没有算准。罗比，好家伙，运气不错，下笔两点下 A 葵花，很秀。大口这边说秀就秀啊。冰角想打插合，但这边被二 P 一波战 C 直接揍了，可以的，很自信。哎，哎呦，小心被 CV 看一下这个位置。哎呀，好，哎呦，可惜，刚才如果说直接接八阵你就帅了，对吧？因为神乐在地面上，而且出康了。好吧，那看下一回合啊。这八神的八阵女是可以追加到跳 CD 出康的对手的啊，但前提对手是在地面上啊，空中是不行的。看一下克里斯，哎呦，助词被CB先拉啊，先拉一下身位，避免被一直压制，身上破防值已经很高的下地对策下 C， 圣龙主控完了，这一下有点难受，但是可以理解，对吧？因为自己没有资源，而且快破防了，再加上这个圣龙一旦说生中了的话，自己不单单能存下一颗资源，而且可以反压制，但是怎么想那都改变不了它是一个赌招的事实啊。下比赛来一个圣龙看一下，哎，好，轻巧一丝血，还可以，这神乐也是破釜沉舟了啊，就是一直进攻，对吧？能打到你一个超杀呢，我就血赚，打不到也无所谓啊。看一下五零这边日发出场的不是火，哎，高大敌，哦呦，又是高头奈落，跳轻脚一波中断正向，好家伙，五零怎么也没想到啊，大口采用的是非常朴实无华的压制啊，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想太多了啊。来看一下五零这边最后一个手底的克里斯 Chris 小草对战克里斯啊，不防稳，哎呦，好，逆向下比赛直接无视 Misetelix 现在给的口不需要，但这波还要立回一下稳，哇，漂亮，原地垂直高跳先空防，看到你落地没动，我直接伸一个轻脚啊。这个原地垂直高跳轻脚如果是近距离的，那确实啊太难猜了。宇宙草不愧是宇宙草啊，对不对？你放在咱们普通人身上把小草手底的话，那绝对是不够稳，但是在大口的手里那绝对是非常稳的啊。看一下五零这边怎么讲，压力陡增啊，直线加速谁都会，对吧？弯道快那才是真的快，看一下五零怎么讲，能不能弯道超车一下。我这局依旧选择磕头模式啊，看来对于这局比赛是势在必得。看一下，哎，好，哇，这手极限升龙可以的啊，最低点的应该是。看一下这手神乐仙鹤，好，然后这手飞杰被直接断了对手的节奏，六 A 的插合被揍，这神乐仙鹤怎么讲，手留一个线啊，哦，原地这是高跳 CD，完了呀，这难道说又要穿三了吗？天哪，这磕头模式真的狠啊，不得不说，对吧？看一下五零这边日发出场的不得火，高跳 CD 两连进板了，哎，六 B 摸一下原地实质高跳，完了又是这样，大口这边在跟你打太极啊，你进攻我就原地实质高跳，你不来那我就进攻啊，
你住我扰，敌疲我打，对吧？看一下，五零这边的不住火，我能不能击出一颗气？完了，逆向直接打破防，下不下来？六位大蛇直接带走啊！我的天哪！五零看一下最后一个手底的克里斯，然后这边真的要穿三吗？前前钻裆可以的，下边站 A 六 A 选择反摇拳啊，没有选择这些大蛇省资源啊，打的还是比较稳。看一下反地压制开始了，大口这边两颗气，好延迟打击头，很敢操作，对吧？毕竟劣势已经这么大，好原地使出高跳重腿，对视到对手的 AD 闪身的逆向中断，但是自己没有敢确认啊，好吧，无伤大雅，还是可以接受的，对吧？那看一下一回合。看一下大口这边日发出场的八神，武林能否反三呢？我感觉还是很难的啊，甚至说不太可能吧。啊，当我没说这手跳地直接打出逆向的效果，大口可能以为是逆向跳地，完了又是两个大蛇直接秒掉。天哪，这么快吗兄弟？看一下大口这边最后一个手底的小草，这要被反三我只能说很难受啊。能全拿的奖金为什么要跟你平分，这是个问题。大口虽然没有资源，但是还在进攻。哎，一个 CD 先交稳一下，把自己的位置给让出来啊，避免小草一波跳压自己就进板了，还是非常还漂亮。可惜下一没有确认无视啊，没关系，我延迟 C 头一丝血。这克里斯哇，漂亮前大跳 CD 直接对射到大口的后跳重腿，由于是后跳的，所以说大口没有办法形成后跳打前跳的一个效果，一丝血相杀。好吧，大家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还真反三了啊。